没关系，你看，在宝木姐姐的指引下，同学们已经慢慢的往上抬了哟。红弟拉过头了，不用再压了呀。哎呦，拉的这么卖力，做什么？没有，他们其实是在等待他的黄金跟上来啦。那他们天生智商呢是非常高的宝木姐姐，练太坏啦，还让同学重拉一次。其实不是重拉，而是陪伴他另外一位同伴而已啦。当然，他们是来自南美洲的，然后是来自热带森林。但是如果你们要分辨他们谁是男生谁是女生的话，其实这样看呢是看不出来的，因为他们要通过抽血检验才分辨得出来哦。他们红旗又再次往上拉到底了，你看他还在努力啦，你就知道我们黄旗到底要等多久了呀。好了，终于跟上去了，神奇典礼结束，就掌声一下，谢谢两位。